叫你吃饭叫老半天呢，怎么搞的？今天这个鸡腿不好吃吗？怎么情绪不高？我来吃一个，没有味道。别客气，再吃一个，多吃点，长胖点。素菜面哦，今天昨天没睡好，一点呢食欲都没有。这是北归辣椒。哇，肉还挺厚的哈。情绪不高吃鸡腿就这么快，情绪高还得了一口一个。